竹代表坚韧不拔，两名师傅亲手制作竹蒸笼超过70年，创新的产品占据了市场地位，可惜手艺没人传承。最深竹艺的艺术家林家玉跟从吕师傅学习传统工艺，将技艺融入当代艺术，两代人的坚毅精神令到手艺得以延续。香港故事师傅来了二，星期一晚上7:35，港台电视31。